这一件啊，首秀的地方也是做这种超级大宽袖，有没有发现？我觉得现在好像越来越流行这种大宽袖外套，因为比较方便，然后它也可以反折，反折过来，然后就会变成这样子。有没有很可爱？超可爱的，就一个颜色，一样是粉色。然后呢，它是有做大口袋，这件我穿起来真的是比较偏中长，因为它是可以盖住我整个屁股。对。然后这边有做抽绳，它的抽绳很特别，是坐在下来，最后有点我有缩口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呢，这件 CP 值非常高，是它可以两面穿。对。这好可爱哟、哦！而且你看，它非常贴心，它连里面都帮你做口袋，所以你把它反过来穿的话，一样会有这种粉色的口袋。而且这件是 oversize 的外套，所以呢，它这件不分身形，然后不分尺寸，我觉得也不太分身高，哎，穿起来很可爱。它的草莓牛奶色真的很美，你看它的这一边就是这样搭一点点。如果你平常比较不喜欢穿粉色那么多的女孩，你就可以选把它翻到外面这个 QQ 码在外面。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粉色，我刚刚看到好多人很喜欢粉色，就可以一直穿这个颜色。